不你想多的夜，哎，我怎么被改名了？什么鬼啊？哎，我的角色怎么不见了？哎，等一下啊！哦，该还呢。这游戏真的，哎，我的账号回来了。哎，可是我刚才账号不见了，哎。现在怎样啊？好啦，我刚才本来要抱怨说我的角色不见了，而且官方也没有说三档封测啊，吓我欸。哦，这局我真的有点惹怒了，不要吵我啦。这局有点不爽，因为我一直想说我的账号不见了。这个是 bug， 结果我重登他就跑回来了。我再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。看不你闪躲的眼，召唤了。我不会用任何的表情，你的转身。我死人冲。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，不要再拖时间了啊。哎呀，有心的就尽量讲啊。看多你闪躲的脸。神将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勒。所以女生的。哎，我们女生的情诗也有了。1,2,3,4,5,6,7,4,5,6 4,5,6 1,2,3,4,5,6 刚刚好，那那只可以抛弃掉了。对，这只和尚嘛，如果再不行的话就先讲装备，要不然技能也可以讲一下。不然先把六只弄出来也可以啊。最大技能，啊，我觉得有时候你装备也可以讲一下。今天有点误会哦，那我们先吸油到处。